来关心死亡车祸消息，国道一号平向段十一号暗时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台由红色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行经259公里南下路段时，唔知影啥物原因自撞护栏了后，并且伫咧中线的车道分隔道顶悬的防眩板，则是撞飞到北上的车道，造成三台自小客车以及一台大货车相片被糊弄掉，造成一人死亡，五人轻伤。警方到场已经排除饮酒开车，但是详细肇事原因由原等待厘清。国道四队指出，斗南分队伫十一号暗时7:45核报，指出伫南下259公里处南下路段发生车祸。派员到达现场了后，初步了解是红色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为内侧车道要变换车道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失控，弄到内侧护栏。其中伫弄击的过程当中，也弄断一支防眩板。第四支防眩板落落北上的车道顶。再造成自小客车驾驶黄色男子42岁、红色男子42岁、单色男子51岁，以及大货车驾驶五色男子63岁，相片被糊弄掉。民雄分队于晚间接获报案，国一南下259K 处发生车祸。我们到场之后发现有一名欧卡四名轻伤患者，我们马上对欧卡患者给予处置，送。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头前的动态，并且保持安全距离。在变换车道之前，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并注意后面来车的状况。另外，夜间时段开车，请注意自身的精神状况，千万唔通疲劳驾驶，以免一时的疏忽或者是分心，造成自身或者是其他用路人的危害。新闻部张来贤嘉义县采访报道。用心制茶，诚心奉茶，欢迎各位来家喝茶。在整个嘉义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那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县的农产品穿一件衣服，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哇，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有品牌就有责任。我们从食安的检验，包括设立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给你认证。不管是在网络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在电视，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直接去摆摊，或者在县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直接跟消费者对话，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跟所有的消费者直接对话的密码。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绝对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那嘉义优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像我们这样的小农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